我一看小丫头片子还有两副面孔呢哈，看到姐这姐怎么收拾你。一会儿过来了，走到我这儿来了，上下瞄了我一眼，说什么？我装的听不懂的样子。我说 sorry I don't understand。 我问你喝什么？我说 sorry I don't understand。Would you like something to drink? Coffee, tea, or Coca-Cola? 我瞄了他一眼，撑点儿。睁大眼睛看我，仔细看我，认真看我。别怀疑你的眼睛，别做出惊讶的表情。你没看错，我就是美女。是我未来的男朋友。我可能不高不美不优雅，声音难听，形体难看，小肚鸡肠，鸡头白脸，对你苛刻，为人矫情，但是你要相信我，老天爷既然能把你安排到我身边，一定是你做了什么缺德的事情。学姐跟大家讲一个关于礼物的事儿。当然啦，学姐知道这个礼物啊是你们男生最头疼的问题。有的时候男人不送女人礼物当然不行，可是有的时候送了女生还是生气了，那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丑呀。现在爱情连性别都不分了，分什么时间地点啊？我跟你说，女人要时刻保持外表和内心一样美丽，这样你出门即使遇到车祸，人家肯定是先救漂亮的那个呀。哎呦哥哥嗨，你好。我不是哎呦哥哥，我是巨胖叔叔。你怎么了？我生病了。那听一下哎呦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。那呢好不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是公主病啦。四大天王是兄弟吗？是姐妹。那哪吒是男孩吗？女的。托塔天王有塔吗？你得让我安静会儿。二老师，你真的有三只眼睛吗？